看破了天机。却没看透人心。我追逐了半生，都在与天命抗争，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你们一个是我最爱的人，一个是我兄弟，你就算死了，我也要斩断你的三魂七魄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陈儿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的一切感受都是那么深刻。我前尘曾入地狱，现在要从地狱中浴血走出来，其实是千难万险。我谢霄以天改命，无人。